你听紧嘅系 Needy Radio。我是 Needy Radio 的刘璐，我们今天有天文台学术主任刘迪森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的。刘先生你好。是，你好。其实最主要我们今次打来是在昨天2010年的9月8号，我们就在电台听到有听众见到湾仔的上空就出现了一堆 UFO 群，也都知道因为昨天天文台都发出了一些雷暴警告，也都发出了红色的暴雨警告。我想问一问，昨天可否简介一下昨天在9点至12点钟那个天文台即是发出的气象。其实呢昨晚呢我们受到一些大雷雨的影响的，主要呢就是因为呢昨天内陆就个个气温比较高，再加上一些不稳定的大气底下呢，内陆一些雷暴呢就是在夜晚就影响到香港。香港夜晚呢就昨晚呢就录得超过2万次的闪电，就也都是曾经一度发出过这个红色的暴雨警告，所以昨晚那个天色呢都是比较差的。其实我想问呢，因为昨天那个我们就收到一些报告，也都今天都看到网上很多人的张贴，就是见到就是在湾仔上空出现了的 UFO 群差不多为数有超过10只，其实你们天文台有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报告呢？有啊，其实我们今朝早到而家为止呢都总共收到是8至10只这些报告啦。就主要都是 email 收入来啦，或者是一些电话的查询。但是他们主要呢都是讲有些光点在个天空那里样啦，但是很难证实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其实他们send来的报告里面都有相片，即是有影片的。是没错，我们都见过有一张相片还有一段在 Facebook 的影片。那张相片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我其实主要都是收到一张 在大榄影着大榄那个影片这样。那张相我看到呢就是好像有好一个好几个光球啦，跟住形成了一个环这样的。其实你们即会不会可以解释到它是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呢？其实呢就照看张相片呢就其实很难讲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不过呢就我们通常都会用一些比较我们有可能的东西去解释一下啦。如果由于昨晚那个天色比较差的，所以呢就落着雨。就如果你在大榄隧道那个方向望出来的时间呢，有机会呢就看到一些青马桥或者一些吊桥上面一些射灯的。如果看到射灯的时候，但由于个能见度落着雨啦，个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啦，所以呢就有机会呢就那个下面中段那段桥呢就会遮住啦，只是见到上面那些。就只是见到个顶咁样。有机会是这样造成。但实际是不是这样造成呢，我们其实都不可以肯定的这些东西。另外呢我都见到有条影片的，其实个影片就是比较在很黑的环境影住个天空闪电啦，望到去好似就是手机拍，因为它都比较打直的那度。应该就跟你讲的是同一条啦。其实我见到个片入面呢它有一点光点在半空入面好似悬浮咁样。其实这个会不会是天文现象呢？其实都很难讲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因为有机会呢就是地面那些灯呢射到上去一些比较稳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去反射落去。通常我们收到的 UFO 那些报告啦，通常我们都会用一些科学的理据 去尝试解释啦。通常会是什么东西呢？通常就是最多情况底下就是一些 LED 的风筝啦，大家可能未见过什么叫 LED 风筝，其实它有一些好类似一些纸鸟放上天，但它有56色的灯在那里转，即是有白色也都有彩色的。就通常那些人见到这些就以为一些不明的飛行物體啦，有機會呢就剛才我講的一些地面一些射燈射上去一些比較穩
底比較低啲嘅地方，就造成一啲光點嘅反射啦。咁亦都有機會係一啲人造衛星見到一啲人造衛星環繞個天空上面見到啦，亦都有機會係一啲飛機嘅導航燈，甚至係有啲係氣象嘅一啲氣球。咁我哋要嚟度一個大氣嗰啲元素嗰啲氣球，咁可能人哋唔清楚究竟係乜嘢咁，所以可能誤會咗一啲不明嘅星體。嗱，咁我都問一問，因為好多聽眾即係或者網友都有興趣知道嘅，佢哋有提出過話，可能嗰個光點咧係一啲係個月亮嚟嘅。咁其實會唔會喺尋晚嗰個閃電同埋行雷現象嘅時候，會真係有機會仲睇到月亮嘅？其實昨晚嗰個情況就應該係冇可能睇到月亮，因為其實昨晚大家知道就行雷閃電啦，咁基本上都已經係布密曬啲雲嘅啦，咁所以你係冇應該係冇乜機會可以睇到雲上邊嗰啲天體嘅情況，咁所以應該就肯定唔會係月亮。另外咧，嗱，昨晚嗰、那個閃電次數咧，就喺3个钟头入邊都超過咗20000啦，係咪啊？係。咁其實呢個數目喺即係平均一年嚟計，佢係算常見啦，定係還是係即係從來未見過啊？定係還是都會有機會見到噶？其實閃電嘅次數咧，即係達到20000次咧，其實咧就係、是。都唔係話一啲罕見嘅情況嘅，尤其是一啲大氣唔穩定啦，一啲對流性比較強嘅氣流嘅大氣情況底下啦，咁就會產生一啲比較強嘅雷暴。咁呢啲強嘅雷暴就通常會發展得好快，咁所以個亦都有機會會令到一啲閃電嘅次數亦都相對地會比較多。明白。咁嗱，我哋亦都知道可能喺閃電嘅情況咧，有機會會有一啲即其他的現象，譬如我哋網上面見到就有人提過，就話有球狀閃電啊，或者係可能有啲光體啊咁樣。其實閃電係咪會產生到即係呢啲現象咧？其實閃電咧主要分兩大類啦，一種咧就係、是常見嘅雲對地嘅閃電啦，大家通常呢啲就有機會會造成破壞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雲同雲嘅閃電。咁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喺個漆黑嘅夜晚裏邊咧，閃電咧就會即係成個天都會光曬咁樣啦。咁特別係如果譬如雲同雲嘅閃電啦，咁雲同雲之間嘅閃電咧，有可能咧令到成嚿雲咧都會係發光咁樣。咁其實雲對雲嘅閃電會唔會話有一個體積嘅限制嘅？其實就個限制就冇嘅，其實即係可能係好細個，可能係幾十厘米，以至到可能係好大個兩嚿一個，可能幾米嘅雲咁樣。冇錯。明白。另外咧，我哋都知道咧，新聞提到啦，就話有機會呢兩日咧會喺即係有兩個小行星會掠過地球。其實甚至你哋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報告或者資料收到咧？我哋冇呢方面嘅資料嘅，其實即係都未應該話你尋晚冇收到啦，過去資料啦。好，唔該曬阿天文學術主任劉迪森先生嘅訪問。係，唔該曬，唔該。你聽緊嘅係 Lady Radio 嘅山城首期，我係劉龍。